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讯精工的负责人何一邦。现在疫情非常严重，大家都躲在家里，也最好躲在家里。但是呢，也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时刻。现在我们飞讯精工正要推出针对 3D 珠宝的线上课程。那这个课程的内容就会是我们五年的教学经验的总汇整。我们公司从2012年开始，就是主要在帮各大的珠宝品牌、珠宝银楼来做设计还有生产的工作。我们一直在用 3D 链还有 3D 建模的这一个技巧，重复的验证，重复的去累积这个经验，然后有新的发现都一直的放进我们的教学内容里面。那在这五年的教学经历里面呢，我们总共教过了非常多的学员。那这些学员，他们有的是品牌的老板，有的是金工师傅，有的是设计师，他们一半以上都是业内的人士。我们因为就是在业内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业内需要的是什么，也经过了这些他们的考验。所以说我们的内容96个小时两个月都能够真正的符合他们的需求，那他们在后续运用我们的技巧来做他们自己的案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会把这一个经过验证的学习系统、学习的教案来改为这个线上课程。我们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 3D 珠宝的行列，那欢迎参加我们的课程。